不瞒你们说，我今天要去做件大事儿。哒哒哒，准备就绪，我要开始了。你以为我现在要去做的一个普通的蛋挞吗？不不不，太天真了。刚刚小失误，问题不大。看我的大力金刚钻，看这是泡泡。现在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就是把它蒯进去。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内容，当当当当，看这是什么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看这个还没有到，然后当当当当，打开，哼哼哼哼，噜噜噜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哎，挤下去，挤下去，哼。哒哒哒，闻一下，啊，这个牙膏味其实也特别好闻。然后我要往这里面装满蛋液，太费劲了，我打算用倒的，直接倒的。现在把烤箱预热200度，这是多少度？200度。然后预热10分钟，它为什么不亮呀？我灯呢？它在那响。哎，我的灯呢？哎，为什么不亮了？奇怪。忽略我的手套啊，上次把它套漏了，看套漏了。我先把做那个做好标记了。哎，别撒。不过真厉害，我一手拿着手机，拿着相机，还一只手拿着烤盘。哎呀，再进去盖上，有卖没干的，就是那个，要给我哥吃的。等哪天我去孝敬孝敬他啊。10分钟过去了，他依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结果我发现。为什么会响？啊！西莫说为什么不亮？狂躁！天哪！重新来！看，这就亮了！啊！打开看一下。Oh my god！ 天哪！啊！不能被发现吧？啊，别的都还好。哎呀，这个我得处理一下，这不能被发现了呀！天哪，我是不是牙膏放多了？嘿嘿嘿，老哥，我来喽！